Hello， 大家好，你好，我今天是2022年10月28号星期五，每个礼拜都会在这里跟大家讲讲比特币或者加密货币的。不说你不知道，我应该就是香港第一个全职的 Crypto Influencer 来的，希望大家都可以这样按右下角的掣 subscribe， 又或者平时多些 share 或者 like 我的片或者 comment 我的片都是帮助到的。再者，如果再进一步的话，想支持的朋友可以去 leo.com 那里登记做月费会员，都可以帮到我的。大家咧 feel 唔 feel 到我有啲奇怪啦，因為咧頭先咧已經係，總之呢幾日咧都係好唔好嘅情況啦。咁但係咧喺頭先拍片嘅時候咧，我頭先其實拍咗一大輪嘅啦。咁但係咧，我發覺咧自己唔記得咗撳掣啊，都咪話唔黐線啊。咁好啦，今日呢條片咧會同大家講啲咩咧？今日呢條片咧想同大家 update 一下香港最新監管加密貨幣嘅一啲最新消息嘅。喺開始之前咧，想同大家講講另一樣嘢先。嚟緊咧，2022年11月10号嘅時候咧，我會有一個分享會嘅，一個線上嘅分享會啦。點解係2022年11月10号咧？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上年2021年11月10号嘅時候咧，就係比特幣歷史新高69,000美金嘅時候嘅，眨下眼咧就過咗一年啦，眨下眼咧熊市咧亦都經歷咗一年啦。嚟緊咧點樣部署好咧？嚟緊個牛市會幾時嚟咧？嚟緊我自己嘅一啲睇法係點咧？我都希望咧喺個線上嘅分享會度咧同大家分享嘅，費用全面嘅，希望咧繼續喺熊市度咧同大家齊上齊落。不過咧就麻煩大家咧去一去下邊嗰條 link leo.com 嗰度做翻一個登記啦，希望咧都係俾一啲真係想睇嘅朋友睇到啦。呢一次嘅一個分享會咧，就應該唔會 public 嘅啦，應該咧亦都唔會有重温嘅，只有我嘅 leo.com 會員咧先可以重温到啦。應該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去登記翻啦。到時見啦，大概兩個星期左右啦。咁好啦，而家即刻講講香港監管加密貨幣制度嘅一啲最新消息先。好啦，如果大家呢幾日有留意新聞嘅話咧，應該都知道當中咧一啲加密貨幣嘅監管情況咧係有啲 update 嘅。其實咧喺7月嘅時候咧已經同大家講過一次噶啦，當時候咧個情況咧就唔係太好嘅。點解咁講咧？就係咧當時候個草案出到嚟啦，當時候除咗話加密貨幣交易所喺香港要攞牌之外咧，就算攞咗牌咧，開頭嘅時候都只可以服務一啲專業投資者嘅啫。咩叫專業投資者咧？即係話咧流動資金咧有超過100万美元。金咧先至算係專業投資者嘅，咁所以咧接觸到嘅人咧就比較少啦。雖然話咧喺香港買賣加密貨幣咧，到當時候就算立咗法之後咧，買賣咧都唔算係犯法嘅。咁但係如果有呢個門檻嘅話咧，可以接觸到嘅人咧就會少好多。又或者咁講啦，啲散户咧唔會咁放心咁樣去入市啦。咁但係咧近日傳出嚟咧，呢個證監會咧就改咗口風啊，即係話咧有意咧讓呢個散户投資者咧喺一啲攞咗牌嘅交易所度咧可以投資呢個加密貨幣嘅，仲要咧，除咗話 Bitcoin 或者 ETH 之外咧，仲會可以俾大家投資到咧其他嘅一啲比較冇咁主流嘅加密貨幣，算係咧一個好大180度嘅 U-turn 嚟嘅。再者啦，如果我哋大家聽到阿特首啦，又或者陳茂波之前幾日嘅一啲講法咧，喺施政報告裏邊咧都有提到嘅話咧，希望香港成為一個咧虛擬資產嘅一個國際嘅中心嘅。而咧陳茂波都有提到嘅，亦都係講咗類似嘅嘢啦，希望加密貨幣可以在香港蓬勃發展，我自己就歡迎這個 U-turn 的，希望真的可以挽救到這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且在其實如果大家知道的話，其實幾年前很多加密貨幣的一些交易所的一個總部都在香港的，不過由於那個監管的制度不是很明朗，又或者覺得香港政府的取態比較是嚴厲，所以很多都搬走了。咁唔知道啦，今次嘅呢個 U-turn 咧，會唔會令到呢啲交易所咧翻翻嚟啦？但係咧，我相信咧呢一樣嘢，如果真係落實到嘅話咧，好多嘅公司咧可能都會願意翻嚟呢度再次發展佢哋嘅加密貨幣嘅事業嘅，又或者咧一啲交易所咧，只要嗰攞牌嘅方法咧唔係太難嘅話咧，都願意咧嚟香港攞牌嘅。咁對於散户嚟講咧，絕對都係一個好消息嚟嘅。今日咧我都睇咗另一單新聞咧，就係講話阿 BitMEX 嘅一個創辦人咧都提
到，如果这件事真的实行到的话，相信对下一个牛市的开始都是有一个正面的作用的。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方面就完全是禁了这个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又或者是禁了这个加密货币的买卖的，当然他们有他们的方法继续买卖到。但是如果真的香港有一个合法的途径给一些散户或者一些有钱人买到的话，这样可能这些资金就会来到香港，亦都令到整件事多了人买加密货币，所以下个牛市来到的时间可能会缩短一点。好了，我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一件事我绝对是欢迎的，这个改变我自己一向都跟大家讲的，觉得加密货币或者区块链绝对是改变这个世界的一样大的东西来的。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这件事绝对会越来越流行，亦都会在不同的行业或者不同的地方见到的。在现在这个初步发展的阶段，如果可以有一个适当的制度和有一个适当的监管，我觉得绝对是一个好事来的。你看到世界很多不同的国家都开始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监管制度，又或者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监管制度，如果香港都可以有一个类似的情况，我相信在这一刻来讲，都有一些投资者或者一些交易所绝对愿意来香港发展的。未来立法的发展都会继续跟大家继续跟进的，希望大家继续贴实这个 channel， 希望互相支持，继续齐上齐落度过这个熊市。今天讲到这里，先喜欢这条片的话 share、like、comment， 下条片再见，拜拜。